途中有包裹捎来，不远千里，千辛万苦的送过来，想必一定是军机要务。舒荣妃如今日日在京城宫伺候，不知道舒荣妃此时怎么样了。这柳姑娘中毒颇深，可这眼睛可惜了。世代以来，居家都是封氏家臣，这柳愿意接过这份衣钵，任凭青海宫差遣。这大真宫里的恩月节，可比诸年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胡珠夫人。